苍龙，也是浏阳各国的精英汇集之地。我们要保护他们，尽快送他们北上参与建设新中国。这个行动就命名为归心计划。检索全城的户籍档案，把所有叫黄立文的都给我找出来。可不可以帮我找到组织啊？五天，$5,000。你是不是要去举报我？黄立文，你不要不知好歹啊！乔志才和黄立文果然有猫腻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结婚吧，兄弟义。他弟弟乔礼杰是归心计划最核心的目标。我还是决定去美国继续我的研究事业。乔先生，你今晚走不掉。我弟一心只读圣贤书，你就让他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吧。所有人都死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可恶，会不会就是乔治来？乔治来，你真的跟他们成了一路人了？为什么？你看不见我。七点之前，把人埋伏在码头，带走所有的专家。要走，从我身上弹过去。我以前没有保护好我爹，现在不能连你也保护不好。每一个人都是铀原子，他遇见了中子的撞击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。李杰，你坚持住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